你对他出事的时候，就跟人家吵架，你看你怎么会不会太现实了？妈，你如果现在离开爸爸，他真的会发疯的。虽然他对外人都不坏，可是他对家里的人，尤其是你，可以说是有求必应。还有你现在肚子里的孩子，也很有可能是爸爸的，不是吗？星期天下午。